好，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同学哈，曹君伟，让我们欢迎他一下。好，请曹同学跟大家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好，特别有钱。然后那个曹，我的兴趣没有，但我专长，我手速很快。好，那同学你就坐那边好了。好，那你不是手速很快，怎么还要比掉在地上？没有啊，开玩笑啦，我是金小美，叫我君鸟就可以了。啊，你好你好，哎，等一下，既然本名都叫金小美了，为什么绰号不要叫小美，要叫金鱼脑这么绕口呢？等一下，这什么逻辑思考问题？也是当脱口秀演员了？没有了。哎，你家放学有空吗？有啊。那我放学的时候带你去个地方。要去哪里？测你手速啊。那个，其实我说我手速很快是开玩笑的，我们才认识第一天，不用真的测吧？你都说你手速很快了，我当然帮你测一下。那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就只好。喂，君啊，你干嘛乱带人进来啊？你不要又来了，就跟你说我在帮你找队友。比赛我们两个就够啦，而且他有资格当我队友吗？我现在不就是要帮你测吗？接着。哎，这什么？你们要测什么？测你的反应速度啊，看你有没有资格入我们社团。啊，什么社团？红绿灯竞技社。啊，红绿灯竞技是现在各大专院校很盛行的一个地下比赛，重视你的反应还有速度。要在别人抓你之前及时喊红，是这个游戏很重要的环节。你手上的板子就是在测试你的红绿灯潜力，上面有红、黄、绿三个颜色。板子掉到你手上的时候，你抓到的颜色就代表你的反应速度。嗯，红色最慢，绿色最快。就像这样，等等，我把板子放开的时候。你就把它拍住，然后喊红。如果你可以拍到红色，我才会考虑让你入社。是绿色，好棒哦！啊，这有什么难的？这样子我们全国大赛就有机会了。啊，这个全国大赛？哎，赛哥以他的实力应该可以加入了吧？而且他应该可以超越呱呱了吧？哼，不要再跟我提到那个叛徒。红绿灯竞技不是只有比赛反应速度而已，你既然进来了，就要好好练习。还有，不要对金鸟有什么非分之想，不然就给我小心一点。蔡哥，干嘛那么凶啊？而且，呱呱是谁啊？哎，这个有点说来话长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比赛的时候自己状态好一点，不要扯我后腿。
我们这个月都好好练习，应该没问题的。彩哥，好久不见啊！你来这里干嘛？当然是为了全国大赛啊！啊，他不就是色盲照片上那个男生？对，他是我之前的队友，跟你一样，红绿灯满可以拍到绿灯的运动天才，但是也因为牵赌打假赛，老早就被退学。彩大哥，哎，拜托你在比赛的时候放一点水啊，让我赚点零用钱好不好？我没有兴趣啊，走开啊！我们要比赛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在干嘛？不要再玩什么红绿灯了啦！哎，玩蓝灯好不好？蓝灯啊！快把他放开啊！哎呦，求人啊！啊，求人这种态度啊？你不会求人？我教你啊！说一次。啊，关老大爷，拜托你放了我朋友好不好？拜托拜托。说啊，记得大声一点。说你妈！快走啊，先去比赛啊！蔡哥，蔡哥，吉朗还在等你啊，你不是喜欢他吗？像英雄啊！现在这么会照顾人啊！啊！而且你不是也喜欢那个金鱼脑吗？不关你的事。在这一个月，我看到你的努力，我了解到，我心眼真的是太小了。你是真的很棒，以后我不会再找你麻烦了，辛苦你了，曹君伟。感谢这支影片呢，是由我们的干爹王者远征赞助播出。
王者远征是一款国战 MMO， 千人同名，万人国战。而且这款游戏还可以和自己的伙伴一起建立帮会，甚至国家当帝王，也可以藏身幕后做兄弟的指挥，引领全军。更有写实的天气系统，让气候瞬息万变，战场情况随时变化，胜负皆在一念之间。快下载《王者远征》！快下载《王者远征》！输入 MSFW 8888，和兄弟一起为荣誉出战吧！怎么会出战呢？下次不可以再念错了。好，来吧！快下载《王者远征》！输入 MSFW 8888，和兄弟喂！快下载《王者远征》！大声一点！啊，太子，太子，太子！操你！卡！笑他！不要被强奸，不要像那些人。啊！你手上的板子就是在测试你的红绿灯潜力。啊！换我了，对不对？你手上的板子就是在测试你的红绿灯潜力。上面呢有红、黄、绿三个颜色，根据我丢给你抓到什么反应？上面呢有红、黄、绿三个颜色，根据我丢给你，你接到啊不是，在板子掉下来的瞬间，你抓到颜色就代表你的反应速度，红色最快，绿色最慢，相反，那红色最快，绿色最慢，没事，红色最快，上面有红、黄、绿三个颜色，要。表子掉下来，表子掉下来。上面有红、黄、绿三个颜色，板子掉在你手上的时候，你抓到的颜色就代表你的反应速度。红色最慢，绿色最快。讲的对了吧？